到这台力马 H8 2.0 飞跃版以前，我一直不相信会有一台集性能、安全、实用、耐用于一体的完美座驾，但是现在我信了。力马 H8 2.0 飞跃版可以说是由内到外全面进化，在核心的动力部分配备了力马飞跃动力系统，其中2000瓦飞跃电机性能相当强悍，急加速带来的拉扯感足够刺激。我实测下来，这车极速居然能达到70公里每时，比常规电摩可要快上不少，而且在加速过程中整车表现的是非常平稳，安心感满满，并且得益于强大动力支持，即使面对大角度的陡坡，这车依然是游刃有余。还有飞跃双模控制器，拥有2套动力模式，可实现自动分配动力。舒适模式下有着不错的驾驶舒适性和更强悍的续航能力，运动模式下则能提供更强悍的动力，带来更酣畅的驾驶感受。粗壮的轮胎和前后碟刹就是安全性的保证。前后9080-11规格越野级轮胎，看这花纹就知道抓地力差不了，并且这轮胎还拥有6层加厚构造，更加耐磨抗扎。看这刹车盘，你都快感受我脸大了，看起来就相当安心，这是咱们看得见的。而在咱们看不见的地方，还有一套电子制动在为骑行保驾护航，3套刹车协同工作，制动减速度提升72%，实测制动力强悍，每一次刹车都能稳稳刹停，安全感满满。耐用性方面可以说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这台车的电机、车架、减震以及仪表盘都拥有终身质保，这还说啥了，用就完了。3菱管加粗前叉、加粗带阻尼后减震，以及670毫米超长防滑坐垫的组合，则是保证了舒适性，并且坐姿放松，所以这车骑行感受就4个字儿：舒适惬意。力马基因 LED 透镜大灯可视距离达到35米，搭配基因尾灯，夜间骑行更安心。360毫米超宽踏板以及32升超大座桶，足以满足日常载物需求。在专属的智能 APP 上可以实现无感解锁功能，靠近5米自动解锁，离开5米自动落锁，还有钥匙共享、防盗报警等功能，你就说实不实用吧。没骗你们吧，这台力马 H8 2.0 飞跃版是一台集性能、安全、实用、耐用于一体，堪称完美的座驾。